每周六中午12点 VIP 会员专享爆裂的后台，围观舞台诞生的幕后故事。 BBS 任务正式启动。 BBS 任务十位爆裂女孩合作拍摄 MV， 共有10万套可供选择，请在副舞台中获得满票的亚米安琪进行 MV 分花选择。 B 段决定的表演者是 D 段，决定的表演者是 FKH， 决定的表演者是啊，这个我怎么唱啊，好难啊。我们总共加起来才不到4个小时，整个学歌就到听歌加练舞加这个写词，我觉得这很疯狂。好绕啊，这是啥？哇，好快。哇，真快，记住那个拍就行了。我的人都是懵的，大家都学得好快。我跟你讲，这个比真的选秀都要快半天呢。就几个小时，当我知道说啊要拍一个 one take， 哇塞，我从来没有拍过这样的 MV， 我太兴奋了。结果比我想象中的难，就没有想到说任务是那么艰巨的。这里不用跳，有我们两个。但是我好像第二趴才上来，我看一下，我确认一下。看一眼，有你。上下，交叉开，上下劈。我们后面才走上来的。我们里面有我吗？没有，从这里开始。哇，我多学了好几个趴。没有啊，没有，他是 B， 他就是啊。可是我刚有，没有？我看我后面才上来的。你要学，你要学，你要学，你要学。我跟你讲，我的眼睛啊，我的眼睛能看错。好的，来吧。所以这是八。我的腿别到了，你小心一点。你看你这个膝盖已经被青了。我也是，哎，不管了，对，抢一下啊。哎，累晕了。大鹏展翅，金蛇狂舞，金蛇狂舞，金蛇再舞，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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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我这困得不行了。哎，我的妈！年纪大了，整不动了。啊！听完了吗？是啊，也就勉勉强强学完了。我们明天就忘记了。对了，明天睡觉。哎哎，昨天发生了什么？就是那知道这个。还明天睡觉？还有时间睡吗？别想了。辛苦啦，辛苦啦！3个小时以后见。3个小时以后见，立马回去1个小时洗澡，1个小时吹头发，然后起床。这个动作来一遍啊，就是动擦。啊！5、6、7、8，动擦。啊！直接动擦。我真的好慌啊！我没有跳舞的基础啊，我觉得我的人魂已经飞走了，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没事，我还没学完呢，我还在这呢。加油加油！反正马上就录了，不要有压力。对，先学嘛。加油加油！跟音乐了吗？刚跟了。哪有的？刚我们跟了2次，就没有跟上。没有跟上。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拍摄的时候把那个音乐的速度调慢，然后你后期再把它变成正常速度，那你们就 OK 了。那样子啊？没有啊，我们也可以变慢呐、啊，就一起啊，这样其实动作会做得更齐。对，而且会做得好看，有劲儿。但是导演不会同意的。我只是逗你玩呢。哦。我还以为你们是为我想要做妥协。有想过，但是我觉得你 OK。对，先试着吧，都练那么久了，现在放弃就，是吧，有点说不过去。我
行，大，大，对呀、啊，这只手，这只手呢？这只手，大大，大大，天啊！这个又，没事，大大，大大，天啊！哈，哈，拉，下。陈仲璇几乎一直在陪我练，帮我记动作、理动作。亚米姐也是，她就是担心我想过来看看能不能帮到我这样子。动动，然后转两圈，后来转头，然后开脚，踏踏开哎。大家都非常努力。痛痛。一帮本来就在各自的领域非常优秀的姑娘们都在同心协力的去做同一件事情，这样的气氛是非常就是让我觉得好受感染。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事情，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如果我真的最后完成了，那我就是很棒。怕我自己整不好我那一趴，在团体的事情上我不会拖累大家。躺后面去。非常的开心，第一个有第一个的好处，永远都是不迟到的人。哦，海楼，Hello，绝了。陆柯然是那对，他在睡觉。那我坐在随便这吧。他也挺聪明，还拿枕头，真的太聪明了，太聪明了。过分。我找个谁拿个枕头？嗨嗨嗨！后面是谁？陆柯然。他是死掉了，坐在后面。小善怎么办呢？哦，他学下来了，学下来了，学下来，然后说今天再几遍。我昨天自身难保，说实话，好累，我直接学完就溜了。我真的要可晕了。没关系，一会儿直接。真的太渴了，一会儿直接。这么多人。两个小车车，两个小车车，我喝到最后倒没了，就一个样子，然后就身上的人全都挂了，你知道？刚灌满，刚灌满，太好笑了吧！最后的一滴水就是你的眼泪，太好笑了。亚米，刘轩怡不用你手机壳，刘轩怡不用你手机壳，我没有用你手机，怎么样？我们也要替亚米搞一波。送手机壳，送他上热搜。哎，不是这样，不是哎，我问一下，我问一下，你在哪？你怎么穿灰袜子啊？我没有袜子穿了，我最讨厌灰袜子了。你为什么最讨厌灰袜子？你知道知不知道穿上灰袜子就很没有自信吗？为什么？拜托，看我的可爱蓝袜子。对，我的灰袜子怎么了？灰袜子，看白袜子拿出来多有弹性。就是我巨讨厌灰袜子。那你脱，你就穿的灰袜子。哦，笑晕了。今天化妆还是啥时候跟刘国兴发微信，我说上车就睡觉。然后他说好，然后上车之后，我俩就是两个人一脸，这词能说吗？高兴，就是大家好开心，一点都不像一夜没睡的，你知道吗？就是大家贼兴奋，然后在那哈哈哈笑。我跟他说，看来是我低估了大家的精力。他说大家的精力真的好旺盛哦。后来还是大家都一起睡，看来他们精力也不过就那一会儿。我先走一步，晚安。
们可不可以那个帮我录个你们跳的视频？别跟我讲话，美瞳睡卡了，睡那个滑片的，眼睛睁不开，有一边眼睛睁不开。亚姐，你睡了吗？睡了睡了。来，米老师，在那个降噪，把你降噪。降噪。你问问他，陈姐，你问问他。他降噪了我了，我不是降噪我了，降噪大家了，我摸他了，他没有反应。这个完了以后什么来着？老是忘那个中间有个地方。这个结束之后，嗯，走了。哦，对，有一个这个就跟你们不一样。结束的那个走你，直接走了，这个是吧？走你，就是那个，哎，直接走了。OK。天有天亮，后有后浪，爆裂舞台等我来登场。他这个倒唱真的唱的有够绝的，前有前浪，后有后浪。我感觉他就这种感觉，前有前浪，后有后浪。戴口罩和眼镜戴口罩之下是这样的，他不端庄，他这个头。小锅还煮了绿豆汤，你们没有吗？我是君海。我们煮了绿豆汤，什么银耳汤，还送给楼下什么的。我们当时的时候，他是进去几天，手机没收，然后再出来。啊？我们不是。是这样的。你好肿啊，妈妈。我看看。还好呀，很肿吗？我现在是因为什么？你穿了灰袜子。我帮你揍他。哇哦，wow, 好酷这地方！哇哦，这个景还挺酷的，这个好帅呀、啊，这个好帅。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负责这个 One Take MV 的导演彭友伦。彭导好。看 demo 的时候觉得难吗？难。觉得难在哪儿？好多人都没有试过，我也没试过 One Take， 而且还是那么多人一起。还要跑楼梯。跑楼梯，对，还得换衣服，对，需要好多东西。其实就是 one take 最难的其实是走位，走位还没有，我们还不知道走位呢，还没走过，走位可能会走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走位的时候不要穿镜头，穿别人的镜头，就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镜头给到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表演完了，但是在我一过来的过程当中，他开始跑，这就是 one take 里面的
穿帮，所以这些细节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没事，一遍搞定。一遍过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我们可以每人发一块绿布吗？后期抠走了，你自己来抠。一遍过，一遍过，先给自己打个气，哎，创造奇迹，信任游戏，是那个陈卓璇，你怕高吗？我不怕，不怕，嗯，就是会有一个走廊的走位，超吓人的，说实话，就是这个走廊，然后从后面这样倒下来，对，不。再这样接着你，来吧孩子。怎么说，很刺激，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事情。爽吗？爽。其实我觉得还好，没有那么害怕，是吗？没有那么害怕。而且我知道这个动作的完成是需要你非常信任你的伙伴。但是下面接住他的工作人员，我们第一天认识，根本不了解，这一点我是很佩服他的。而且他每一次都完成得很好。其实他都要吓死了。真的吗？上都上来了，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哦，对。去世了，人过去了，辛苦了，老师们，辛苦辛苦辛苦，拜托你们。对啊，因为要拍摄啊，我不可以因为我自己心里面的恐惧或者什么东西的，就要影响拍摄。周璇，待会儿直接上，直接倒，没问题吧？下面会有人接，那没问题吧？试一遍，好不好？的老师们，拜托你们了，我的生命安全交在你们的手里了，我的生命安全交在你们的手里了。把那个门开一下，开一下，救命啊。哇，外面的世界好清爽啊。太浓了，太浓了。我明天出来我就会获得一副烟嗓，我立马就出来唱死亡摇滚。大家快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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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呀！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最难的就是那个开头，捧着那个布，那个透明的布，你知道它有多难捧吗？又闷又重，然后你还得在里面保持一个绝美的画面，因为是开头，你给大家一个绝美特写。哇塞，然后那个东西一蹭完，你整个头发整个造型没有掉。开始。 We are the hardest in the generation. You got it, huh? We accept all your challenges. 现在我会开始期待，现实像个陷阱的舞台。 Do you hear me? 敢不敢和我 VS? 我的名字是 VS Come on、哎、我今天跳的时候就是那个小蜜蜂包掉了，卡卡卡，然后就导致了喊卡。是因为这个吗？ Yep. 我觉得很真实啊。他这样他跳不了的，他跳不了的，你们后面所有队形会乱，你们体力就会消耗。哎，对不起大家。没事，这个太正常了，这个太正常了，本来都已经到这儿了。大家都在互相帮助，也没有说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出错了，然后大家也没有一些责怪的就是意思。BBS 聚光灯打开，准备
苦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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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谢谢谢谢谢谢。我看大家的表情都是非常开心的，没有说什么很累呀、啊，或者说哦终于结束了。然后我那种感觉就我当时我还跟亚米说的，我仿佛回到了我出道，正准备出道，准备那个出道曲拍 MV 的那个时候的状态。其实今天特别神奇，虽然 NG 了很多次，但是大家的进度条都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往后挪。比如说第一次可能卡在了10秒啊，那第二次可能就卡在了15秒。虽然前面一直在 NG， 但你能看到希望。哎，这个进度条又长了一点，又长了一点了。谁要吃巧克力？我们互相给予的这种能量，让这个进度条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一直在往前。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大家都还是有点遗憾的。其实有遗憾那就对了，完美的东西才不好看。是，但是就是遗憾太大了，这个遗憾。暴烈女孩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凭什么你们是暴烈女孩？就是要把所有不可能变成可能。我觉得成功了。尽管其实韩红老师也有说已经很棒了，但是你知道我们肯定是需要，就是想要更好的嘛。其实我今天就下来就说了，就是不整齐嘛，也错动作，大家都有这么好的设备和这么好的场景，我就觉得很就是缺了一点完美。对，啊，我现在看着有点意思，一个个的。亚米，哎，真的，你的眼睛是越来越小了。哦，睁不开了，对不对？原来还能看到一点，现在看不到了。亚米献花木兰。反正我觉得你挺美的。谢老师，谢老师。这个陈卓璇是我认为最有劲儿的一个孩子，最有韧劲儿的小狮子。是吗？还在笑，还能笑出来啊！哦，我觉得单依纯跳的挺好的。啊，我就是后面好多跟不上。哦、oh, ，no， 你真的跳的很好，你知道吗？你比韩老师跳的好多了。我不敢，不敢，不敢。想看 MV 吗？来吧。BBS。看到了，你看到我、那个？我看到那个，我没看到，我跳了一半。你跟刘伯欣在那直接唱歌了。不是，然后亚米嘴上没说话，手上动作巨多。你们今天都穿高跟鞋了吗？雨琦穿的，还有 Lexi 也高跟鞋。跑得了吗？使劲跑没摔到啊，真不容易。你呢？我啥？你穿高跟鞋了吗？我穿那个高。哎，好可爱啊！你告诉我什么牌子，我也买一点。韩老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No。你的为什么会给自己取叫 AKA 是 XX？ 哎，我没有叫自己 AKA 哦。我只是3XL，我没有 AK，AK 是别人给我的，因为我之前没减肥的时候，我穿的衣服都是3XL 的。对，原来如此。那是歌迷送的，歌迷送的，对，那不是我自己的。对，另外就是我还喜欢那个 XXX 那个歌手。我看了你的歌单。哦，那个是我最爱的，真的是我最爱的。对，我看有他的歌。我是一个那个嘻哈迷，emo rap， 对 emo swag。我想学那个弹舌，我不会。
我真的不会。嘚嘚嘚嘚嘚嘚嘚，他会吗？嘚嘚嘚嘚，我跟你讲是这么样子的，不能把它散开。你不是第一个有了吗？你看，你做，你做。好一点点，但是你是舌头嘚嘚嘚，就是动得太大了，在我靠前。嘚嘚嘚，在那个两个牙的，在那个两个牙的最前面。嘚嘚嘚，然后顶上去的那个地方在那个上颚的那个最前面，放松，放松，然后多吐点气出来。嘚嘚，别把口水吐出来。这个能练的，你知道吗？天天嘚儿，在这儿教弹舌，我们真有趣无趣，很认真的。让我想一下，亚米。哎，哎，我很少发微博，但我今天发了。我看到了，发了你给我的那个手机壳。老师，我那个，我有一份那个。怎么着？还送礼？不是送礼，是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手机壳。为什么要送给我？每个人都有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不要感，不要感谢我，因为我说今天第一个公布亚米的，接下来我会每天都公布谁送给我的小东西。啊，没有的话，等会儿那天你说的每个人都有。我，他是他送给大家的。Oh my god！ 我没有表达清楚那时候。你说每个人都有，我就以为哦，他们每个人都给我带小礼物，然后我说我今天开始公布。我的天啊！哎，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微博。完了完了完了，我们就得准备了。少拿这个糊弄我，那我真的圆不了了。太好笑了。我先看一眼，你发的什么？能不能就是说，那个一下？什么亚米送的？你圆不了了。小朋友们很可爱，很有心，每个人都给我做了一个小礼物。今天公布亚米的小手工照片，谢谢。哦，都怪我没有表达清楚。对，就把我的手机拿了。天哪，我简直了，我好笨呐！重新编辑一下，我没有表达清楚。你说每个人都有，我以为他们都给我。韩老师回去还想，哎，其他孩子礼物什么时候给我呢？等到节目都录制完了，发现怎我的礼物怎么还没有收到呢？真过分！哼！哎，我那个哪天请你们吃火锅吧？什么什么东西？火锅。我带你们去吃一个火锅。现在吗？现在吗？想得美。而且我跟你说，成都火锅和重庆火锅不一样啊，重庆真的就是辣，对，太辣了。成都火锅特别香，而且是清油，不是牛油个。老子不行了，现在口水都出来了。口水都出来了。哎，真的，我请你们啊，我带你们去吃，真的好吃。记下来了。你们真的太巴适了。太巴适了。哎。我们去吃吧，真的可以。你知道吗？吃饭真的让人快乐。当然当然，干饭人。什么时候嘛？晚上吧，晚上大家。对啊，晚上啊。因为我第二天要拍 MV， 我没有办法吃东西。哦，你可以过来，我们去喝点东西，喝点小元气森林。我一整天拍 MV， 你们吃吧。吃嘛？吃嘛？吃呀吃。真的好想去吃一个辣的。是，就这么愉快决定。好好好，那我就去吃沙拉。那既然这样，韩老师加上安琪的微信，然后安琪把韩老师拉进我们的群里。我可以不到你们群里吧？你不想吗？来嘛。不到你们群里。你来嘛。好了。好。你是这个吗？对。OK。我加群里了，韩红老师，我把你。啊，我加群里了，喜不喜欢 ？Oh my god， 我不想进群。那不行。啊，好烦你们！你想要收到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的小礼物，就得进群。天哪，开裂女孩们！首先是炸裂，然后是炸裂之后裂开了，然后开裂了。皮肤也裂开了，智力瓦特了的边缘，我的妈呀，开裂好了，
接下来我们有难题要出来了。啊！第一次竞演即将开启 ，BBS 任务中的最后一名将失去第一次登上爆裂舞台的机会。最后一名留在爆裂基地竞演，请每位爆裂女孩选出 BBS 任务中最后一名。接下来，你们需要依次进入 XXXL 密室。下一个，亚米。好的。还有照片呢。我本来进来之前还不是很纠结的，我听完规则之后我就没办法了。我是一个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我是一个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很快乐。对啊。对，我也不想长大。我不想想那么多，反正。快点吧。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满天飞扬，落在妈妈头上，飘在房车上。灯光调暗点，谢谢。这是我不用花钱可以听的吗？下载彩铃。摇摇洁白的树枝。老师在唱歌。我不想打扰他唱歌。幽深难忘。哦，永生永世也不能忘。超好听！那下以后你教我唱歌好不好？好啊，我教你唱歌，没问题。Yeah!下一个爆裂女孩进入 XXXL 密室。加快速度哦，加快速度，加快速度。你干嘛看着我？我希望有一个像你一样漂亮的姐姐，那样我就应该还会长得更好看一点。你真的有点像我妹妹。你是我们这里年纪最小的是吧？是吧，我零一年的。啊，零一年的，你跟我妹同岁。哇，她零一，我九零。你自己问的。瑞月。我们的小船翻了，那个小船翻了，放在这儿。下面是刘伯欣投票。我觉得陈卓璇可仙了。嗯。你像个小仙女。谢谢老师。你们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那个单依纯实在太纯了，真的。不接受，我不接受。你看，我今天那么性感啊，我今天那样，那我。哦，你性感吗？哦，苍天哪！哼，陆柯燃呢？想听吗？你真的是我见过最美。好呢，哎，我赞同，赞同的就敲桌子，赞同。Agree。好呢，必须分析过。怎么说呢？我不否认，但是呢，我觉得每个人有很多种情感，但是我的有一些情感可能是你只看到了，但是你没有，你跟我深交的话，你会就是对我有另外一个了解。对，但是我不问我外。然后我觉得安琪特别有韧性，特别有个人魅力。娃娃虽然看起来是，其实特别脆弱，蛮女性的。
我是小可爱，我平常因为你是很柔软的，嗯，然后呢，周杰琼没办法，天生下凡的美人。哇哦！哦，刚才我们没说刘国兴对吧？在我的眼里，我觉得她才是一个性感女生。对对。为什么只说我蠢？还说你蠢？那个单依纯实在太蠢了，真的。啊，对不起。清纯的疼。我一直以为韩老师在骂我蠢。我的个天！我说你真的好蠢呐、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愚蠢。那个单依纯实在太蠢了。今天就到这里，由元气森林冠名播出。由爱奇艺强推的爆裂舞台，在第二期和各位说晚安，下一次不见不散。大家好，我是韩红，感谢大家关注爆裂舞台，让我们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拒绝不文明行为，拒绝网络暴力，文明发言，专注作品，理性支持，相互尊重，一起传递正能量，一起传递正能量，一起传递正能量。上微博搜索爆裂舞台话题页，安利绝美舞台瞬间，为爆裂女孩加油。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爆裂舞台释放音乐魅力，艺人数据上方趣 APP。 来鱼罐头看有趣明星专访，一罐创意罐罐惊喜。学综艺原版舞蹈就用跳跳 APP， 零基础学舞必备。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数据观察平台方景，感谢特约合作媒体快手鱼罐头跳跳三六零娱乐北青网千龙网亚洲娱乐娱乐中国大众网粉丝网南方娱乐搜狐娱乐中国文娱网 OWAT 一点资讯成果娱乐网易娱乐一直娱影视头条 Zucker 至于接电。